我说回到学生时期有点开心，毕竟学生时期跟现在隔四个八哎，怎么样？我现在主持人吗？对，我现在差不多得了，快十年了，四个八来，几岁？你好，你好。啊，我是惠勒斯哦，啊，你说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泰勒斯，泰勒斯，我不理，没有关系。我跟你们说，我是薇薇老师，本来我是教英文的。那没有发生了一件事情吗？来，旧同学，我看看哦，有些生面孔嘛。那我们有比较熟悉的同学，像是凯浩、哲哲跟木星。你是不是旷课了蛮多集啊？我出国，你出国啊？你有发现老师哪里不一样吗？妆不比较平。还有呢？没有发现吗？头发比较长。头发变顺了，变顺了。我们制作单位终于有钱帮我买一顶新的假发了。总而言之呢，今天我们来到了暑假，是我们的暑期辅导课。大家喜欢暑辅吗？怎么了，凯浩同学？老师很吵哎。怎么？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你上一集扯掉我假发的那一集。那个名留青史哎，糟糕！那个也代表错哎，我今天会扯掉你的假发。扯掉假发。扯。OK，Anyway， 我呢特别去了韩国，在首尔进修了一年，所以今天学校就邀请我回来教大家跳舞。而且我知道上一堂课是那个谁，董东老师吗？董老师教了大家那个台湾舞曲。董东老师什么东西啊？董东老师他的办公桌在哪里？我去给他掀了。老师好厉害啊！好专啊！对，走错棚了。好专啊！好专啊！最好是妙。偷吃东西，我就给你们上叉叉。我今天毫不手下留情，从韩国回来，我现在是严师。OK， 我们今天要教的东西呢，就是非常简单哈，是我们最近比较热门，大家都在拍自己的短影片，对不对？我们是有看到很多像什么烫烫呼噜呼噜，我们今天就。
2023年这几年比较爆红的短影片的手势舞。好的，那我就开始上我们的教材了哟。好，第一张啊，忘记先擦黑。第一张啊，忘记先擦黑板了。太久没教课了，瞧我这个小脑袋。OK， 小脑袋是。啊，最近的天气真的是好热啊！最近的天气真的是好热。徐凯好，我才手上的这个板擦就丢过去了呢。千万不要，千万不要。请问一下，你刚刚哎，泽泽同学，什么事？你上课不上课，拿一个擦的板擦。你刚刚说的糖葫芦，糖葫芦是糖葫芦，对吧？这是我的串子，等一下串那个糖葫芦。啊，等一下要串糖葫芦。太正了。OK OK。太正了。OK， 没事吗？好的，那我们继续了。好了，哈，哎呀，最近天气非常的热啊，大家要注重防晒，多多喝水哈。我们上课是可以喝水的，不要噎到就好了。OK， 啊，你来个 water。毕竟呢，我知道大家都是要边唱边跳，那个喉咙的注意是非常的注意，呛到水就糟糕了呢。第一张的话呢，相信你们大家绝对不陌生。Nielsen 同学，你知道吗？ Supernova 最有名的是玩 OA， 对不对？对。你可以为我们 OA 一下吗？要唱哦。手手给我拿开，手手是这样子来。OA。五二。老师，嘴巴有声音，嘴巴有声音。老师好可爱。老师好可爱。但嘴巴有东西该怎么办呢？擦擦擦。哎，吞咽技术不错啊。做一个转头，什么东西都没看到。没错，第一张就是我们的 Supernova 哈，前阵子非常流行的就是我们的晚安大手机，是那个学文同学上课在做节目，对，他手上，学文同学在手上怎么了？他喉咙沙哑，为我们来一个 U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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可以闻到一股咸香咸香的味道哎。你们班要注意哦，闻出来了，应该是我的汗味，然后是咸香的味道。好的，那我就是把教材贴完。今天要讲的东西真的很多。Okay. 这个玫瑰花舞呢，也是呢，大家一定都有拍过的这个短影片。好，非常的简单了，我们接下来就开始上课喽。首先，先从这个 supernova 开始啊、哦。其实呢，它呢从这个手势开始，还有它那个最后那个魔性的舞步，让大家可以在旅游的过程中，也可以用他们的脚步来环游世界。想到说，哎、欸，其实早就在之前就有一首歌以食物来作为副歌的主轴了。有没有人在吃提拉米苏 ？K， 哎，芭比同学，我觉得很喜欢吃提拉米苏，据说有吗？你有没有在吃提拉米苏 ？K， 然后不是会发现你的嘴巴在那边嚼嚼嚼嚼嚼的耶？对啊，因为我牙结石。那我们还要定期去洗牙，对，每半年就要洗个牙。OK， 小习惯。好的，对。哎，芭比同学。我才一个不留神，一个不注意，好可爱，来，可爱，刷刷，好可爱哦，可爱哈，来啊，完了，哎，有没有解释？没事，没事，没事，没有解释，来，没事，刷刷。
吉他呢教材跟换下来，因为我待会要带动跳大家咯，我先拿下来哈。好的，提拉米苏 K 哈，待会如果大家有兴趣的同学，你可以到网络上面去搜寻啦，就提拉米苏舞蹈哈，就可以找得到了啊。老师。因为老师说就是现在流行感觉他觉得够强了 Oh my god不是我想要找你，但是你一直找我。刚才有人担心徐凯吗？老师，我没兄弟吧？还有吗？老师太有趣了，还强。来了，哎，你要干什么？我想脱衣服了。你是这里看的吗？我这儿没有付钱可以穿的吗？对啊，没有付钱可以穿吗？下一个去，快点换衣服。把我们的教材给收下来啊 ！OK， 虽然我们今天的装扮哈比较没有像婉娜小姐那个知识感这么重，但是我们可以先全体一起来进行我们的 bling bang bang bling bang bang bling bang bang， 来全体起立！好，来喽，三二一 ，Go！ bling bang bang bling bang bang bling bang bang， 啊，我忘记了，不行。最后一首歌呢，我们要请你的同学来为我们示范一下。我长对象，我长对象。你长得最像 Jenny 的部分吗？女生的，就像刚刚玩大小姐的。我知道了，我没说老师有招对付你们。芭比同学跟木星同学初恋。真的，真的。你倒是有一个被拍到，对不对？对。你们来一段这个 spot， 你们来投票，刚刚我九票。我们投谁？谁输的那一方就获得一个叉叉。哇！太残酷了！来吧，那我们谁先来呢 ？Solo 吗？就是破啊！我先啊，你要。Close your eye， 觉得木星同学该获得这一票的，请举手。觉得芭比同学该获得这一分的，请举手。哎，好 ，OK， 来，请放下。你举两倍，你举两倍。可是我太容易举起来，但是我手是比较不受控。OK， 那既然你举两次，那就把这个叉叉。OK。
了。好的，那我们上半堂的课程差不多到这边了，我们有个下课十分钟，大家可以缓缓哈。那我们现在进入宣传时间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吕植宇。然后我的全新单曲 Dance With Me 已经在各大平台上线了，有兴趣的话也可以追踪我的 IG， 然后上面有很多 challenge。哇，有兴趣，大家好，我是 Bira， 这是我们的新歌 By Now End， 已经在各大串流平台上架，那我们也可以在8月7号也会上架，可以多多关注我们的 YouTube、IG 还有抖音，各大平台上面都会宣传我们之后的工作内容，还有一些其他的计划，大家可以关注我们。谢谢。我把都会懂，没有唱。卡在你世界 final end， 就这样因为你而无法自拔，思绪被分解 final end， 我抓紧了你就别再偷溜走。听见了，我懂你意思了，谢谢你，我放心，我不会让老师的 MVP 奖做给你的，谢谢龙仔老师。哦，真的快被龙仔老师气死，他跟我说他这个班上放了监视器，说我太弱了，说我身为老师竟然不知道你们上课在偷吃东西，所以呢，我没有东西吃，你有吗？上课没有，可以吃东西。别再装了，今天不是戏剧课，所以其实就是谁还有就也代表我没有。那里好像突然说的也有道理，不过依我这个冰雪聪明的角色，我要给你们上叉叉还不容易还不简单，待会呢我们要分享的就是老师这次去韩国所学的一些 idol 的技巧。身为 idol 你们知道吗，表情管理是非常的重要的，随时随地有可能粉丝在拍你们，所以今天这堂课我呢随时随地会来捕捉你们的表情，只要被我抓到哪一个人的表情控管没有做好的啊哈，就会获得叉叉。好 ，OK。啊，像刚刚那个哦吼，就有可能会被上叉叉哦。好了，那我们就要开始讲了。我跟你们分享一下，我这趟去韩国的时候做了些什么，我去了哪些地方。我再来写。哎，你怎么知道我有去打医美？我打妹壁体在军旗做的时候。好的，那我们现在就来写一下哈。首先呢，我有去逛夜市，所以呢，我去了那个明洞。明洞，小心完毕。好，刚刚那个危险哦，不好看哦，好看吗？好看。好，记一次，小心哦，明洞。OK， 我还去了哪里呢？我还去了首尔塔。首尔。首尔塔。写首尔塔。老师少一撇。对，不要擦，不要擦。我擦说的。OK， 没事，我就是有点人格分裂，不要理我哈。好，首尔塔的部分哈，老师。啊，手写错了是不是 ？OK， 谢谢。旁边的那个有人，像大家去韩国可能就会去买衣服啊等等的，对不对？对。我来检查一下有没有人的表情管理不对哦。哇！我们刚刚是不是学文同学在某一个的表情管理上被抓到，就是摸一下鼻子？我们呢要来跟我们的莫伟同学来一个十连拍表情管理，请出列十张照片，然后我们丢给大家。好，你先把，你被我抓到，来了。
吃。好厉害哦！来吧，匿名投票时间又到，请大家闭上你们的眼 ，Two eyes。徐凯浩还擦嘴巴哈，不错哈，那个大家立功很牛，对不对？觉得呢，是我们孟威同学赢的人，举手。觉得是我们学文同学赢的人，举手。来，擦擦给我。谁？这场战役输的人是谁？这边。韩式的辣炒锅啊，对，一个地方生章鱼，还有一只鸡，化门，哎呀，化门，哎呀，太夸张了吧！看来是哲哲同学跟凯浩同学那一组吃完了嘛，对不对？才开始丢到别人桌上，对对对。但是既然同学开始陷害了，毕竟今天他们大家很和平，他们都没有鼻子不想陷害。Oh my god！ 那你现在都被陷害还两次，是因为落差。因为我有去。是这一把里面全部都是我的鼻头，还有脸颊。Oh my god! Oh my god! OK， 会挤会去。就给了你过了哈。好的，看来今天同学们过了。怎么了？换来了，换酱了。解释一次嘛。你也解释一个 PK 啊。你也给一个。老师，我觉得因为我们这一集是 K-pop， 我们用动感 PK 静态。你以为老师吗？我早就知道了，我没戴假发，徐凯浩就想要扯。这个就是老师的头皮屑。谢谢拿我开刀啊！觉得木星讽刺这个理由比较给过的，请举手。选我，choice me，choice mine，choic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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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mine。你就来，徐凯浩自己睁开了眼睛，来，大家同学睁开眼睛，胜负已定，凯浩在。今天上课不要偷吃食物，太简单了，大家很快就吃完，不然就是这一次的来宾实力太强了。我们下课结束。可以把我的假发还我吗？我们的蓝莉跟水文这一组吃完了，你们吃什么？我们吃那个三角形的，三角饭，三个，四个。来，我们这一组呢，你们吃的是珍珠丸米丸子，对，几颗啊？15颗。哇。15颗哎，吃完了，而且他们一点蛛丝马迹都找不到。OK， 来看一下中间的鲁滨逊跟石宇，你们吃的是米汉堡，米汉堡几颗？3颗，你们吃了几颗？人家吃了各半。老师，我们那组吃了2盘寿司。哎，请告诉我你们吃的是？我吃20个寿司。20个寿司。又来啦！老师，我今天都没吃东西。你还有2个叉哎，这是我个人的叉，个人的叉。当然啦，所以跟哲哲无关，跟他无关。对，哇，你一个人承担了这么多，对，我宁愿自己输也不要做。好恶心！好的，我们来颁发今天的 MVP 奖杯嘞。啊，没带啊。优胜的那一组可以带着这个强力吹风机去吹其他的 loser。好的，那看来没有叉叉的这两组就是我们木星跟植宇，还有我们后面 Nielsen 跟 Bobby 这一组喽。哎，哲哲抱歉，老师还是非常公正的，你给我回去。来吧，我们的强力吹风机可以到处让人家毁容的这个权利，我们就交给谁？你们，好了，
谢大家多多支持今日来宾的作品哦。那我们就上课不要偷吃，下课下一集见。黄俊龙，我们这位温度人，下次见，拜拜。OK， 那你可以对我们的观众说一下，是时候该睡觉了哦，大小姐。快去睡觉啦！哈哈哈哈哈！睡觉干嘛？难道玩手机啊？